是静宜大学的琴声飞扬吉他社，然后我们刚刚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，外面超冷的，我觉得这里好温暖哦，超温暖的那个光。然后啊，对对，我是这届的美宣，我叫霸告，然后那是我们的教学硕文。那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，她叫柯敏君，然后她的歌叫《这是我的地方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Thank you.